论是小辣妹杨，有没有看到她的裙长，就是裙子的长度。那有没有看到腰还有遮位？虽然简单的格纹，可是呢，帮你做到腰收，然后腰细的感觉。其实她的裙长够长哦，只是为了方便啦，所以呢，方便活动，然后不要走光，让你多加一个裤裤在里面。而且呢，它的料子非常的轻薄透，非常的柔软，正面看起来非常的好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它的心机是在它的后背。它的后背呢，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小可爱上收，它其实就可以看到一段小小的小后背的感觉，不会到太露。中间这边有一条绑带给你绑，它是在修饰你的腰跟你的屁股哦。整件洋装就是不会到太素，但是又有一点点小后背心机哦。它其实这边是有个绑带的，来，它适合到什么尺寸？我觉得到 L 号就可以。你看一下，它其实放开可以到这么大。你有没有看到从前面看过来有腰？然后有打折，这一些满满的设计都是藏在里面的小玄机。